还告状吗？儿子，你是狗，咱家的王子。你妈是啥？我傻。你妈是皮蛋。干啥皮蛋呢 ？Queen 嘛 ，Queen 咱家女王。我们来就。上当！那孩子在学校霸凌别的同学，我儿子见义勇为。哈，爸是啥？韩明。韩明，你是干啥的？我也检察院的。爸是服务于大家。说清楚怎么个意思？你刚刚调职到这儿，绿玲玲是怎么回事？初恋？容易旧情复燃啊？看不出来啊？看出来啥？小白脸子，没好心眼子。我干啥玩笑？这案子不能再拖了。村里的恶霸就把他推倒去，太凶狠了，惹不起。这种事儿吧，你只要动手，他就是祸。如果你儿子要再高抬贵手一厘米的话，这眼睛没了。这不还差那一厘米呢吗？你不能老上访，咱得翻篇了。我想要个说法。冲动是魔鬼，去了就后悔。啊，你咋办都不好好。谁想个办法？哎，突然冒出一个人来，就找他吧。谁？等多长时间了？等挺长时间了。大年三十还得加班。这是年，真是把大家伙累坏了。好歹扛过去了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你的意见？我没意见。人都齐了，走。我打断也行。你闭嘴。我。你说。我就想平平安安的，我就想挂职变成正式的。这真不错哎，儿子给比个心。